76.8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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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来剩下73.2，他心里面会有一个角度，是是是，还没有看到，所以78.3，有两分多是来自于你。好，谢谢，对我的肯定吗？对我的肯定。好好加油，所以他们今天算是非常成功的一个表演。看看我们的 Mattis 带来他们的 PK， 来，欢迎 Mattis。第一次参赛的 Mattis， 这三位美女这次准备了什么样的性感演出呢？我们这次选的歌是 Miss A 的 Bad Girl Good Girl。想要挑战比较不同的风格。原来这次 Mattis 不再走性感风，究竟这次三位美女要挑战哪种风格的舞蹈呢？我跳这种，我跳这种，我们改变风格了。为了突破跟创新， Mattis 一改他们最擅长的性感舞风而改走活泼，然后热情，对，就是可爱这样。究竟这次做了相当大幅度改变的 Mattis， 今天能不能获得评审的青睐呢？现在就一起欣赏我们的 Bad Girl Good Girl。JYP。Introducing Made in Asia, Miss A. You don't know me, you don't know me, you don't know me.
哇，辛苦了，三位可爱的漂亮的女生美女。那么他们的今天的一个表演啊，真的让我们是非常感动的，非常尽心力。依琳，是怎么了？你怎么了？没有，超喘了。是喘。在喘。对对对，舞是谁排的？老师。老师是哪位老师？Keyboard 老师啊。才华这么好，你还可以帮他们排舞啊，老师。漂亮的女生站在舞台上真的是漂亮，赏心悦目，已经赢了一半。对，而且你们真的是比上个礼拜进步好多。谢谢老师。你们谁抽到史东罗克斯，都是要先做宣言啊。所以我也很期待你们两团的组合，美女野兽到底会变成什么样？对，而且又不近女色嘛，对不对？所以不知道我们那个我们队长会怎么排？如果有三位女生，你会怎么排舞？不要碰到他们为主，你不要碰到他们为原则啦。会没办法排下去，是不是？还是可以排，但是就不要跟他们有一些合体技之类的。合体呀、啊，还合体？你有没有良心啊？你像话吗？你这个漂亮的女生真的是大家都爱，尤其在这个舞台上真的是非常亮丽，所以你们可以感觉你们的服装虽然不用多么花俏，就很容易引起大家注意。所以我希望如果有机会，再回来，那再努力一点。我觉得我们很期待你再回来。第一位评审就已经宣布他们淘汰了，跟史东罗克斯，对不对？说的也是。对啊。好，谢谢老师。Okay, 来，我有个小建议，因为毕竟怎么样，你们要又唱又跳，千万不要只为了脸上的美丽、甜美而忽略了你其实还是要唱出来，因为观众他还要看到是一个整体从内而外发出的歌舞表演。来 ，Kimiko 老师。我要掐死你们哦！天哪！干嘛啦？就是我真的受不了那个透明胶带了，大家眼睛都看得到。我知道不好穿高跟鞋，可是那样子就不好看。你的腿那么漂亮，但我们会忍不住看着那两块透明的胶带一直盯着看。就是我不明白，就是怎么会三个这么漂亮的女生，而且她们真的是我们大概天团到现在为止数一数二的漂亮，她们三个，然后可以把自己搞成这样，我不能理解。没经验嘛，慢慢来，好不好？好，但是也没机会了。好，还没看分数，好不好？来，一起来欢迎我们的史东罗克斯，来。好，欢迎我们史东罗克斯一起上台。那么史东罗克斯呢，今天这个佳评如潮，同时拿到78.3分的超高分，非常高分。那 Matis 这边呢，当然是在我们节目已经两周了，对，但是呢一直是被淘汰捡回来，对，到底他们的分数会是几分呢？一起来看看 Matis 的分数。来， Matis 三位漂亮的美女，他们上周呢没有获得卫冕的第一次，不过呢这一次到底能不能卫冕呢？73.8，73.8分，光荣落败，但没有关系，待会儿还是会有机会的。好，以评审老师有三位是男生，你们是目前是很有机会，很有机会，好不好？那就先休息一下。谢谢。恭喜我们的王者风范 Storm Rocks， 谢谢，晋级成功。剩下两支队伍就不用抽了。Single Fight 这是新进团体，新进的团体，另外一个是我们的 Style 也是很强的哦。一起来欢迎我们的 Single Fight 的表演。喂 ，Baby， 晚上要去东区。新进队伍 Single Fight 走另类风格，能够异军突起吗？这个又来的一团算是属于怪侠团了。而且为什么你们感觉每个人都脏脏的？有没有洗脸？对对对，好，希望你们加油，我觉得还蛮有趣的。东区，东区，哎，东区这个应该好适合宪哥哦，啊，不是宪哥的歌吗？那哦，跟他们一样的东西。